抄作业时的耳聋眼瞎。你这海内存知己下一句是什么？编一个吧。海内存知己，土内藏珍珠。海内存知己下一句是什么？大家一起说。土内藏珍珠。那这里试卷第六题填什么？这个同学你来说一下。啊，这个题答案我写的是菜苗河。也不知道写对了没有。那是莱茵河吧。找同学来读一下他写的作文。好，你来读一下吧。我最喜欢的运动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，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健身小常识。好，张化梅同学，你来读一下你写的作文。我读作文可能是我写的好。难忘的一天，今天我看到了大雁，一会儿成个一字，一会儿成个人字。绿色作文网 www.037.com、你把网址也抄上了。好了，昨天晚上布置的作文一会儿课代表给我收上了。完了，我作文忘写了，赶紧抄一篇。这作文题目什么来着？我的爷爷。哎，这没有啊，这光有一篇我的姐姐，你把姐姐改成爷爷不就行了？真聪明。我的爷爷。好，下面找一个同学来读一下他写的作文。哎，你来读一下。抄的就是不一样。我有一个美丽的爷爷。他每天扎着两个羊角辫儿，穿着一身碎花裙儿。退战。第九题这个空填什么？来，你来说一下。9.36，九点是题号吧？退战。好了，找同学来说一下第三题的答案。来，你来说一下。答案是什么？辛弃疾。辛弃疾，谢谢。星期三老师。找同学来说一下，水的密度是什么？来，你来说一下。水的密度是什么？你看我的吧。谢谢，中午给你买辣条。药等于 1.0 乘以，哎呀，肉。什么？肉。你写的尿，那是个字母肉，肉水，哎呦。这是个字母啊。哎呦，上后边站。好，找一个同学来读一下他的解题过程。来，你来读一下。我读，我写的好。A 加 B 乘以 A 加一等于 A 方加 B 方加 A 加 B 括号，做到此处得二分。吹战。